三公主为何救我们呢？他一不图兵力，二不图钱财，他图什么呀？图我？啊！韩某今晚差点遭人算计，此事是否是三公主所为？我算计你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！韩少君啊，你可真是辜负了我一片苦心。 当真如此，天童，你受伤了？对呀，受伤了，为了救你受的伤。三公主到底为何如此？因为我把你当自己人，韩少君，你能不能？ 把我也当自己人，有什么难处你尽管提出来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帮韩少君排忧解难，任你差遣。三公主为何对韩某如此掏心掏肺？因为我想让你开心。让我开心。 反正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便宜好用不粘人，包你满意。算了，可就太可惜了。啊，那个，你今天幸好是没去。妈，二姐今天太吓人了，我得回去赶紧吃点宵夜，喝点生姜压压惊。你在这儿休息啊。哎，少君。 你说三公主的话能信吗？能信。可我怎么总是觉着这是三公主下的套？你看，她平时就阴晴不定，喜怒无常，鬼话连篇。那是她心思单纯。此事涉及城防图和我们平时通信用的火机竹筒。 能拿到这两样东西的人，怎么可能是陈芊芊这个草包？倒是二郡主陈楚楚，心思缜密。此事多半是他所为。二郡主害我，是因为两城交恶，他想趁此机会立功。可三公主为何救我们呢？难道他另有所图？ 应该是了。要，难道他知道咱们玄虎城实力强劲，随时可以攻占花园城？要，难道他知道咱们玄虎城子民富庶，存银充裕？他一不图兵力，二不图钱财，他图什么？图我。 啊！此女子钟情我，坠入情网了。